소환사의 협곡에 오신 것을 환영합니다. 这个是纸玩王八的那名玩家，纸玩王八。 我感觉拿个维恩打王八随便打。对面上单是德赛阿卡丽，你炸裂了，是吧？ 这不耽误事儿啊！给你打了，我再给你打，我要丢兵了。你早不说你红开。 德赛吗？德赛呀！这个一没一刀。 别 A 我兵！哎呦我操！哇，双杀漂亮，漂亮！ 这就是会玩的打野吗？爱了爱了。 哎呦我操！逼我走呗！我回家了，我不跟你玩了，我没有药了。 나이스.
快点进他。哎，猴的英雄推兵线是真费劲，我跟你说，就干推推不进去，你知道吗？要推就得一直推，一波兵指定是推不进去，至少得两波。没完了是吧？哎呦我操！再见，德赛，他是德赛，这小好血，我跟你们说，他是德赛。这叫耗血，没别人，没有别人啊，这个耗血都给你耗的啊，这小血给你耗的。他不是啊，他是德赛。fuck 猴，真的 fuck 猴，大卡利推线儿，哎呀，真的是快，这猴推线儿是真的慢，玩的真是难受。没去他。哼，这两个抠你可完了，德赛，我跟你说，哼，这两个小抠。真的，那兵线回回搁这一卡，我整个我脑袋都大。这个抠没躲掉。我操，他是不是跟踪啊？不对呀，啊，为什么这个扣能没躲掉呢？我服了。我给你们逐帧分析一会儿，真的，我这个Q我这实在是搞不懂为什么没躲掉，要么就是他瞎放技能给我放着了，要么就是咱，要么就是他狠。我感觉我应该带个扫描。带个扫描好了。这阿卡丽玩的真好，我跟你们说，真的。连招不错。
적을 처치했습니다. 내 전화를 끄고 있습니다. 有啥呢？算了，我就不想着杀他了。带个扫描。这阿卡丽是我有史以来碰到最会玩的阿卡丽，没有之一，他绝对是一个职业选手，也不一定啊、哦，也不一定。要么就是德赛。等会儿，你等会儿，我马上到。哟，我操！秒了。我这上路线很差，兄弟，我吃你几个兵，你瞅瞅你，上路线太差了，你让我吃几个兵，对不对？打来打去又差了半级，哎呀，不过还好，可以接受。哎呦我操！我闪为什么没认出来呀？还有这英雄 R 技能到底多少秒 CD 呀？我操！为什么我大招108，他大好了，凭什么？生气，逐帧分析一下，一会儿再给你分析。打不过了，
不能再打了，要变爹了。不打了，不行了。不行了，不能再打了。我跟你们说，这小子啊，第一波我闪现他给我躲了，第二波他照招比我好得快，但是我想闪没闪出来，我摁了他没出来。第三波我正好没扫描，你知道吗？这人就每一波都啥也不说了，行吗？啥也不说了，一个字儿，运气好。每一波他都能找点事儿，你知道吧？每一波他都能找点事儿。不要了，发育了一波，不好意思啊，队友，发育了一波。OK。不灭卡莎，什么套路？我掏你猴子！是不是给你点面子了？他出的装备打不过我们，他只能跑。杀杀杀杀杀杀 ADC！杀机器人，给个人头吧，兄弟们，求你们了，我实在是没有人头啊。能不能上高地呀、啊、上高地咱上高地、啊，好像不太行了，这溜溜球，
给你也是送，有什么用？从现在开始，我不可能再死一次，俺俩打个赌怎么样？就对面这个阵容，包括我们家有前排，我想死一把，说句实话挺费劲。真的，我想死一把挺费劲。赌啥？我不跟你赌啥。我只是说我死一把挺费劲。你跟我赌啥你都输了，我根本就不可能死，这阵容我就不可能死，明白吗？他们家不可能杀我，他要杀他也是杀艾克杀卡莎。我虽然说可以突到后排，但是对面不可能打我。俺们这波立大功，这个人头我要了，给我杀！对 ADC， 好，瓦拉方，你看我这打团根本就不掉血，因为没有人去打我。你说你赌啥你不输？现在想想是不是？是不是长舒一口气？幸亏我没跟你赌，但是我们这拒绝赌来赌去的啊，正能量正到底光，赌什么玩意儿了？赌打个三郎，我死亡之舞了。对面龙魂翻盘，对面拿不到龙魂了，因为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，接下来三分钟之内，对面直接被推平。救救救！这波虽然我死了，但是我跟你们说，对面肯定打输，因为啥？因为我们牵制住了阿卡丽。
死一把很正常，我要是没有去牵制阿卡丽就不会死。主要这波怎么能 ADC 死了呢？没有人杀他呀， AD 怎么死的呢？我都牵制住阿卡丽了，为什么 AD 会死了呀？下回扫描留着。机器人真是不怕死，他拉完人自己跑了。哎，拉完人自己溜了。这波 AD 血有点少啊。阿卡丽呀，哎呦我的天，真以为自己得赛呀啊！哎呀我操！不行了，好像这打不了了。小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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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龙。这怎么打呀？啊？这不龙魂了吗？给了？算了，不给了，不给了。这不行，这要不了了。这大龙啊，回城回的慢了呀，兄弟们。哎，我看出来了啊，我得去杀这高女呢。好像要翻盘了，哎呀，好像要翻盘了。这样打应该是要翻盘了。完了，让他给回去了。
我决定去杀他们家这个 ADC 了。又吗？这万豪啊，又成这个样子？这万豪啊，这波几换几？这波四换一，可以接受。翻盘还想翻盘？我看怎么翻盘。4-11又成这样，我操！是不是没有道理结束，杀卡蒂，把他杀了，游戏结束，游戏结束，翻盘，翻什么盘？谁要翻盘？我看看谁！妈了个巴子！炎炎，炎炎了，炎炎，最后一波炎炎了。